师父，找遍了洛仙宫，也未能发现麒麟云的身影。这条漏网之鱼很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祸害。 赶紧离开吧！师兄，古一还没回来。古一还有其他任务，我们先行撤离。哎，你没看到洛仙宫要塌了，你不要命了？一能一气还在里面，我要找他们去。 云姬他们一定会有办法逃出来的，昨晚都在船上，受伤了，有起的不计其数。还有几个丹府护卫，生命垂危，你不只是云姬的母亲，你更是火离族人的长老。难道你要弃他们于不顾吗？我在洛仙宫待的不久，并不知道水牢还有这层机关，是我大意了。 一楠，我并没有背叛苍虚和正道，是师父让我打入洛仙宫，好摸清他们的底细。既然你假意背叛师门，那你为什么要对迷尘下狠手？如果您愿意听我解释，我会全都告诉你的。好，我听你解释。啊，怎么回事？ 在哪儿啊，英南？古意，师父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为师能在这里，也是托你的福。这次我们成功的打破洛仙宫，为师就是想过来看一看，你拿没拿到水灵蝶？师父，我在洛仙宫水牢中遇见于英奇、于英南兄妹。 这水灵蝶一出事，我们便走散了。我担心英南他有危险，不要再跟我提这个于英南，他什么地方好，值得你念念不忘。弟子无法见他涉险不救啊。古意，
你不会认为你总是对这个余英男处处留情，他就会喜欢你吧？你想想看，你是我从小一手带大的，你的本性我最清楚。如果有一天余英男真看出你的本来面目，你说他不会离你而去吗？师父，求您不要告诉他，不要告诉他。要想为师不告诉他也可以，那你就替为师抢得水灵蝶，光耀我苍虚门楣。儿女私情乃过眼云烟，只有为师才不会负你。你在哪里？听得到我声音吗？云南，云奇，王大叔，你刚刚不是已经逃出去了吗？怎么又回到水牢之中？云奇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何事？我刚刚得知，云南的血可以稳定火离族人的丹火，这事你是不是早就知情？你忘了你的身份吗？你的身份是火力族的守护者，族人们痛苦，你却束手无策。现在有办法解决丹火之苦，你打算袖手旁观吗？办法？我哪有什么办法？余英男就是办法，他的血可以平息丹火，杀了他，用他的血救我们的族人。你疯了吗？余英男他是无辜的，你怎么无辜？他是无辜，但是我们火力族人就该死吗？余英奇，我知道你心里很明白，余英男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局外人，你这么优柔寡断，你是不是对他别有心思？你不杀他，余英男也不会属于你。他喜欢白骨翼，到时他会跟着白骨翼一起离开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杀了他。你得不到的东西难道要拱手让给别人吗？不要逼我小英男。